晚上就恶就就热，系某海本应该提起真相。尤其离开水经瀑布，海那本应感觉定影响。不过对两种算是珍贵物种的太极海，大家注意的可能不是外表天天。日久日久十年，当年秋天一到，第几只冬也提起，是太极海常年就变身一种幸福，变身一种流行。不论罗伦太细，对这种玉质天高峰向的摸海，差不多都没办法去切。所以包含面向最大的中青湖、三千的中国大陆各地，所以做的玉的地方，都得个玉太极海。不过，就因为用质强多、竞争激烈、湖水甜甜的污染，含有化学玉质问题，跳农河界推翻乡亲，部门直接停手太极海居民。利用安逸的河山河水，而本地的第二片地图变得又大又肥，含水质东站的四潭乡就变作最适合的地点之一。四潭仙山是一家东村名的风景区，含两位的河水没前当营地，一下用起太极海的业者就特别老去从山当中领的河水到山下来，本领到太极海有最好的生活环境。上个种摸海学到最好，先去挑拣就会爱水质好。从两处位在四潭仙山底下的用池厂，就把握两张原则，贵眼用强力的十九分海，完全无工业污染的河坝水来学两条较细的太极海。水主要是水，水你无太化学唔是，你个西行那个水，你像浅山的学啊，水唔太化哈，个大家是你学了没清哦，但是像俺经验。也叫也老人来叫佢嗬，但系就是一非常哦，尤其啊，种植即系多了，佢搞啊一非常嘅多吓。天，哎呀嘅水，啊水质咧好，水质咧唔好，样板型技术较好都冇效。天嘅水质，所以我喺度验，看到一个水啊嗬，看中一个水，啊一个水啊嗬，都要十九分山西水来的水，啊，一水来到去啊嗬，一个摸下嘅环境都好。你身体都会健康，哈嘞！青白、白度、丰茂、金枣，外表呈简单欺骗，前当然好食的太极海，前景后面按照中花溶解海，几个特征是白囊、咸面浆体，身体的内外侧都有多多毛。烟弹分布的中国海巡各省，含有朝鲜半岛西岸，部门因为价值高，一下都白澳、白美都做得看到，普通做得上到六到九公分安台。在台湾上个学出好个太极海，除了水质好基本条件，用心到三万没重要，尤其注意水质水温，还那是当年切对总的唔记得个条路。那当年呢，一定要测个水温，哦 pH 值。哦，溶氧量，哦，杜荒水、杜荒氧气有多少？溶氧量，还有一个它的浊度，我们每天都要测试哈，当然都要测试。第二位学太极海第三年，我看大公馆的五太哥到中太哥，十公年来因为强耗是两种摸海，当年秋天都当当是太热湿，部门因为强多太极海污染事件，本记得决定将球自家来学，韩国就当做一家生产事业。既然而学就会学最好嘅，在这只用池中，平常除了为海钓岛嘅蛇鱼，捞普通河坝岛嘅鱼虾缸，经过几百个研究，一下记得含有一种特别嘅饲料，佮就会最天然、实最有丰富植物卵白质嘅网铺，来不了掉太极排泄。海都巷嘅天然嘅抗生素就是浮游生物。所以我就买得好多钱哦，买得比食的加身体的抵抗力都有，像细人一样啊食，哦牛奶底部有麦个吼营养的食比较强壮的身体。食一个番瓜啊吼，
不要个母海呢是的哈，身体之间呢有一个加个高个黄啊哈，较浆哈，个较甜，嘿，所以就加高黄个较饱满。轮拍结果，每套东向的网铺一跌到避通度，眼皮就下来太夹海充实。看到这些东西，得吸收天然的黄虾，老主人准备的有机清水过后，每自然为自家的新种加分。不过单枪水质好，饲料好含辣，上会将太夹海血浆，唔单枪直接避通而分类，顺条的保护设施未清重要。算向往养殖的。嘿，较唔爱安尼吼乱走，吼，因为爱都要分公的那一格，马的那一格，那一格伊都窄，全部分都好些好些。啊，个当个个庙的吼，就会放一个白鹭鸶啦、鸭寡啦，嘿，过一种吼哈，天南下就会放露鼠的，啊放砂锅，嘿，砂锅无意思，啊露鼠的无意思。从中国大陆来到台湾的这条大甲海，而学习除了而动用耐心、韩国动诚意之外，其实也顺条的保护设施，从了这条名额未停出而有的。不过南岸很难重要的，这条水道都因看到了黏黏的水草，全部就去特别的技术的地图。一水草啊，哈，就是光合作用，哈，第一是光合作用。好，而且啊哈，一水草啊哈，它本是嘹亮格湿的，哈，因为佮湿像恩一样诶，湿主要湿的伊而是强菜，哈，一草诶就是本是格本是空诶。贵人头天摩天个强力好把水，本笔通地图黏黏个水泡链上到清江，安用五担墙水质好，每本台甲牌有很多空个位数，协助机脱壳、清晰，甚至系发动力到空间都会很好。一下黑猫在熟水的太极牌，新种起大约42年，普通国产先对太料，从工出海口，聪明多富强，起卖冬天专门繁殖，用出来提鲜腌的石墨海，一路用空运送到台湾，提供许多天然腌求辣九年之后，大家太料都做在上到5到6量以上，赛事唔但强唔会输本对岸，韩国在卫生安全方面，还有台湾出品当作保证。列草七分提台的养殖池，一年总共会养500只台甲海。虽然列下看起来新高还唔会难，不过唔讲唔可能唔低。普通养台甲海，系讲首先做得超过一半，已经算系丰收。普通呀，咧俗呀咧摸海啊，哈，成功率哈，应该都三成，哈，两成都三成。都有50%都五成啊哈，就不得了。因为啊哈，呀摸海啊哈，脱壳加哈，就会互相攻击，系未必失态。啊，总结唔多像人一样诶，有很多啊，啊唔多做嘛啊，杂巴唔就会淹死啊，会消退。学了几年嘅摸海，首先可能是有一半，学嘅成本有几大，一看就知。不过很难得的是，烟弹做建筑界总提高了5到2沙，陆逊做台甲海用切也3年内，从完全不晓得到底下技术动站，仅仅是一只艰辛的过程。啊，从总提高呢，全部都没按你出神呢，没修改呢，修水产修出神呢哈。所以讲，俺就当初修的时间，没战战兢兢的嘛，按步头，哈，从总提高2、3年。哦，等你吊灯，哦，第二只入安顺巷看家个发通的情形，看健康嘛，哦，看饲料有失态嘛，哦，买个地看家发通的情形啦，哦，有发条嘛，哦，买个东西，买个地都当注意嘞，慢慢的去观察，去研究啊嘞，没辛苦啦，一辛苦啦，嘿，啊，以前当我休的时间，太太没反对啊，乌卡没反对啊，讲都忙着搞过安的东西，你搞还没跳木匠。啊！东泰国的呢，家务看你没反对啊，但是某次唔低啊，那一次诶，养殖是一条不归路，好、哦，你吃落去，你就经常要更高、更太、更高、更太安尼，诶，对啊，你更有成就感啊，看得摸还
浅浅太起来，迄毋免生活都大方爽快的事情。当日要注意某海嘅空气，随时要注意水质变化。头摆是好湿海甲海嘅凉沙，薄膜让地要吸，是样板唔过湿。不过就因为长时间日隔日强下，地湿等未会有程度嘅修复，从海甲海要样板做五个湿，状态个降起来都会少。这鱼的有潮较强咧，也无法用要夹得到啦。因为伊鱼的伊啊夜行性动物，鱼的暗部头但是是水母，吓，唔到底个比了潮来潮去，伊夹夹得开开啊，吓，嗯，潮来潮潮潮个夹夹网就夹下去啊，天天就有落在，啊。为乡为照顾之外，修复之后将太极牌拆起来，咪系热门学问。唔好看人细细嘅动作，就算再老双手都用到。而下冇生意，就会被魔海当住你嘅咬夹到。大家动作做得讲系全部天天咧学习来嘅。用大火吹过，风风嘅太极牌出到面前，一种特别嘅香味，贵贱我都系。那都做等好好食嘅同时，腌丝甜腌脆，用板会按到烟，会按气态秋天咧。慢慢的品尝一丝丝嘅食，再有个加个加出啊呢，吼、哦，像个狗王当酱啊呀呀啊，很香啊这个。新年期间学出来嘅太极牌，看到自家一手学太极摸牌，用钱烟乾甜沙皮，不过按好嘅品质。能摆相关单位用扮演填小业者打开通路，咪填出而有实质嘅动作。主要都讲，不单是产油，安尼量吓，一样去销出去，一个问题吼，都要靠一个媒体嘅宣传啦吼。故为都大家来入去聊哦，享受能够留下食堂哦，打造这种像刚刚嘅刚刚休闲嘅地方，自然要下来。料啊，要抵抗，要按动好食的东西，自然腌制吼，这东西都社会出来。从单纯思想的世界想法，到辛苦研究变作事业，试探两家勇气冲，不但想完成自家的梦想，未冲错台湾新的骄傲。尤其要按到年轻的农民乡亲上网，马沙讲汉白是太极牌，很需要进口。还是要坐飞扬机出去。